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现在站的地方是长荣路的 Uniqlo， Uniqlo， 然后 Uniqlo 对面有新开一家鹤群骨科诊所，然后这边有开一家阿六切阿米，然后旁边是台湾之星住商不动产信义房屋，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麦当劳，麦当劳就在前面，然后麦当劳的这边，这也是新开的富贵园川菜台菜富班人寿爱丽生妇产科，爱丽生妇产科很大，在麦当劳的旁边是 Welcome 顶好超市，所以长荣路最近都新开了很多连锁店。那也都是豪宅林立。哇，有点过多就在这边齁。